让宜兰乡亲最期待的正声啪啪 Go 于今日早上10点在七张社区展开，社区民众可以将自己平常所排练的成果展现给大家看，并且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与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来与大家宣导。今天很荣幸参加正声这条的啪啪 Go 的活动，那刚好是逢我们4月份牌照税开征，还有接下来5月份房屋税开征，然后我们再刚好跟社区的民众做宣导。那如果收到税单，请尽速缴纳，以免逾期受罚。因为现在正值防汛期哈，所以我们第一河川局也透过正声啪啪 Go 这个活动七张社区的这个活动然后宣导了一些防汛的一些相关的观念希望呢民众在防汛期间安守家园，然后度过一个平安的那个防汛期。同时也与乡亲朋友们说明，广播不单单只是用听的，现在更可以用看的咯。与会的乡亲朋友们直说，终于盼到正声啪啪 Go 活动列车来到七张社区，未来也可以透过通讯软体将所有的资讯传给朋友及家人看。正声啪啪 Go 活动为正声宜兰台每个月一趟的下乡活动，透过活动让平常只在收音机听到声音的主持人在现场与大家互动。正声广播公司自110年开始成立看正声 YouTube 频道，同时与广播及 Podcast 并行，让乡亲朋友可以透过 3C 产品走到哪听到哪与看到哪，更让大家有多元化的选择，让正声时时刻刻陪在大家的身旁。正声啪啪 Go 赞赞赞。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庄清宏、张凯婷采访报道。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